身材高挑又要走台步，气势相当不一样。然而分别为许唐乐和中信兄弟啦啦队成员高曼荣，他们代表台湾参加国际选美赛。我是赢得了 Miss Grand World 的冠军跟才艺的冠军。我这一次是得到台湾夫人的区冠军，还有亚洲区冠军，对，还有我们的史上奖的冠军。为国争光，两人摘下好名次。不过高曼荣也透露，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。那是卫生纸频频失泪，当时高曼荣代表台湾参加亚洲环球小姐比赛，结果遭到中国政治介入，连舞台都上不去，让她当场泪崩。这是终于成功血耻，从我的家乡南投，然后再到台湾的比赛，再到世界的比赛，然后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可能中间有很多比赛是没有得过名的，然后甚至是被说过我可能不够资格，我不够漂亮。或许外形不是最靓丽的那一位，不过愿意当最努力的那一人，一路坚持11年，她也成功做到了。接下来6月13号，我们球场见喽！高曼荣不但征战各大选美比赛，还跨界加入中心啦啦队，全方位发展，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金秀文综合报道。